尝尝看够不够入味。今天是男朋友饮料时的电饭煲卤味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想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最开心的事，就是有吃不完的饭和聊不完的天。调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再来两瓶啤酒，这样肉质会变得更嫩。方便快捷入口即化的电饭煲卤味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酥脆多汁的鸡腿，中间是西马肉汁软烂的土豆。小心烫哦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汉式辣炖鸡翅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你就会把他的喜好全部记在心里。我家那位就特别喜欢吃辣。锅底一层薄油，加入喜欢的配菜，加点洋葱搅拌一下，最后来点青椒和葱花，软烂入味的辣炖鸡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早晨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你早起化妆，我早起给你做早餐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吐司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按顺序抹上花生酱，挤上沙拉酱，放上火腿片，依次叠起来，打两个鸡蛋，均匀的刷在吐司上。芝士就是力量，不仅要有芝士片，还要有芝士粉、芝士碎，放进烤箱170度10分钟，火腿的咸鲜和芝士的奶香完美的融合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这个是我做所有菜里面最难翻车的一道了，男朋友们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姜片，撒上淀粉，抓匀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，从他看你的眼神和他给你做的饭菜里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加入洋葱、清水，没过食材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咖喱酱。做咖喱饭一定要多一点酱汁，要不真的不够吃。来半杯牛奶，让咖喱的气味变得更柔和，略带辛辣的咖喱一碗下去，全身都暖洋洋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来吃一碗非常好吃的拉面，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豆腐块小菜。记得虾泥不要剁得太碎，这样口感会比较好。黑胡椒、盐、淀粉、蚝油，简单调味，倒进模具里，把表面抹平，蒸40分钟。重点来了，汤达人的两种口味拉面，一个是金汤牛肉，一个是番茄猪软骨。这个拉面的料包是真的多，足足有7包。非油炸的鲜面，低油脂，劲道爽滑。汤达人汤头就不用我说了吧，和拉面店的汤头有的一拼。用的是新鲜豚骨，熬了8个小时。番茄的产地是新疆，茄红素和维生素都比其他地区的要高。豆腐块蒸好了，裹上淀粉就可以下锅煎了。煎到焦黄后翻面，口感细腻还带着酥脆的豆腐块，搭配着汤头浓郁的番茄猪软骨，还有鲜辣酸爽的金汤牛骨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拉丝小海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把清洗好的河鲜放进九阳蒸汽饭煲 S360。这个饭煲是玻璃内胆，烹饪的过程都看得见。
一个料汁，配方我已经放在屏幕上了。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给爱的人做一锅腊汁小海鲜吧。最近时不时就会听到他清嗓子的声音，我估计他要开始嗓子不舒服了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曲高。切好的金曲加入冰糖，静置两个小时以上。倒入金曲，开小火，不用加水，慢慢熬，过一会儿就会出汁。等到水分变少，就要不停搅动，以免糊底。搅拌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装进罐子里，贴上标签，放进冰箱冷藏。要喝的时候舀上两勺，用温水冲开。不仅喉咙舒服多了，心里也暖暖的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炸酥肉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姜末和料酒可是好东西，可以帮助去除腥味。最关键的炸衣配方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记得要做好笔记。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。炸肉的时候一点点下，避免粘在一起。等油温升高再复炸一分钟。吃火锅时必点的炸酥肉就完成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早上去买菜的时候，发现今天的虾特别新鲜，也已经十好几天没给他做大虾吃了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茄汁虾滑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让它变得更加嫩滑。把一个番茄剁成泥，等到番茄变得粘稠，加清水。像我这样用虎口兜出一个圆，用勺子舀一下，放进锅里。再来点酱油和盐调味一下，撒点葱花。鲜嫩爽滑的茄汁虾滑堡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